小姐，我老欢喜侬的，侬电影我侪看过了。我不欢喜舞台，侬比有深度。我最欢喜将只裙够美啦。张志宇是啥人啊？咧，佢嘅老前辈啊，十年前嘅大明星啊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伊就是茶叶大王唐七山嘅情夫嘛。听说茶叶大王常常拿伊关辣屋里向，让伊吃鸦片，自家出去外头泡面食。我可真受不了。系咪真噶？唔会啩？佢中意追女仔就系真嘅。佢同我哋都几熟噶，广东乡下有个老婆，夫妻关系就唔系几好，佢都中意嚟 check check 噶。就没事体了啊！哎，地雷了，地雷了！金蛋，我也没事啊，不是我的。香港靠得起了，东西很牛气，上海是做得了，香港也得发达。哎呦，这种小的地方我真要等了，老没劲了。上海的饭店里交关，大台的人开得个多，家里也别忙。阿云，你不精神啊？六嫂啊，原来呢何东爵士识得我爸爸的，他仲应承俾瑞安能嘅经理我做啊，今次真系要多谢你同六哥啦。瑞安伦只系走澳门香港。诶，我就系中意澳门。如果叫我非洲，我唔好去啦。日本人如果再炸落去，连华真定要搬嚟香港。我哋阿爸都计，应该冇咩问题。哦，咁炸弹系冇眼噶。阿远，唐生都嚟咗，
李小姐，阿宇，你冇事啦嘛？冇事。使唔使上去休息下？唔使啦，我头先谂去上海啫嘛。上海唔会有事噶，你妈妈同女都喺嗰边。政府而家唔敢全面同日本人开战，十九路军支持唔落去，最后只有谈判解决。呢啲以后只系历史嘅小杂糕嚟嘅啫。即六点钟上船啊，仲唔早啲瞓？记账啦你。冇嘢记啦，你可以记，达文今喺澳门赌轮盘，大赢$80。你俾我咪记咯。贪心，你哋今日做咩嚟啊？同阿生请我哋上游艇，游咗香港岛一个圈咯。六哥终于都说服到佢加入联华做股东啦。等上海平静翻。